演绎完，我们在台上其实根本不知道到底我们的一个整齐度是怎么样子，有没有齐声的唱诵。我后来影片仔细看，每个口罩都有在动，每一个也是在动作中非常用心用力，全场的那一份的一个互动真的非常感动。不过最亮眼的恐怕还是护理的那一份的一个用心，而其他也是啊。渔父是第一次上场，你看他是不是很到位啊？啊，你看那个英超是昨天早上6:55才到回到台湾，他去美国进修颅底的手术，在那边进修一样，看着我们继续的影片呢、啊，他就是拼命的练，那结果回来也都可以一起跟我们这样子，在后面。最主要是去年上人我们演绎的时候上人不在，所以这一次怎么样都要回来。那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所以不能少了我，就怎么样都要回来。那院长也是很担心我会不会练，那我就自己打包票，我一定会练。这美要有这个真，没有真不会合，有了合呢，那样的整齐真的很美。尤其是哦，群，这个群众啊，可以整齐划一，那就是心。那一念间，同样的那一个心，那没有这样心脑合一了，无法达成这样的整体美啦，这就是人文。其实哈、哦，医疗很紧张，分分秒秒的面对了生命。在大概3年半以前，有一个55岁的男性病人，乙状结肠癌，然后转移到膀胱。那这个临床上的分歧就是至少是第3期，他不想要开刀哎。我想说啊，这个病人如果是现在第3期，那如果不治疗应该是第4期，那之后就会癌末了，就只能接受安宁。讲了一大堆，我说你这个不治疗会死掉什么什么之类，他都不听，听不下去。那最后啊，我讲不出来什么方法，我就看到他太太在旁边哭。我说如果你不治疗，你3个月半年走掉之后，留他胎，留你一个太太在这边孤孤零零的。他说，后来他也跟着掉眼泪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好，那我明天接受手术。”那这个开刀就是我跟泌尿科林主任一起开刀。那一开始我们先把大肠的肿瘤、人工肛门把它切除，然后膀胱的肿瘤也切除。那最后大肠做一个重建，我把它直接接起来，让它可以从肛门这样排便，然后做一个人工膀胱。那整个手术我们开了11个小时。最后病人的伤口虽然非常大，但是他术后大概2个礼拜就出院了。他说非常感谢我那时候跟他讲，就是稍微威胁他，让他同意手术这样子，让他多活了3年多。而且这3年多，肿瘤都完全没有复发，也没有再转移这样子。那其实我觉得外科医师手术，当然医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我们要自己精进。但是跟病人的沟通其实非常重要。外科，这不管是在化刀或者是进入里面去看了一只只的夹子，这样夹一个那样夹一个，夹到很多机器在旁边剥开还要挖，这常常看到了医师在分享，实在是很不可思议。一直想到说大乾坤这么辽阔，那是很自然，容纳这么多。但是小乾坤呢，人体啦是那样的狭窄，可是它里面呢有多少多少的种偌济的物件，而且呢每一分寸都有它的生命在。细菌啊，它也是活活啊，那维系到这样子哈，这医生，那就是呢，从那样的维系，有害身体的身体在那团哈，会有害，
还要呢从这真空实在是看不，但是呢他总是呢用这样的巧手妙法有法度呢安尼去发现啊，安尼去抓吼，实在是真无简单呐、啊。这是真正是很微妙啦、啊，所以说难以言喻吼、哦。尤其是感情，感情啦、啊，我一直在想的，这样的情与核心，这时候。真碎啦！心里就想，我们的医疗系统哦，那一旦安尼，大家人来联谊，把这样的美，可以呢，持续医道，哦，有这个合一哈、哦，我想应该是人间很需要的。其实哦。实际在人间也带动不少人，不管是社会，或者是呢，在各阶层的阶级，总是呢，实际入社会民间啊，对于这样的善法，那个感受力也是很普遍啊。我们又有教育。哦，医疗教育，我们的学生有的时候出国，老师带了哈，整个迄个车头来，或者是吼哪里这进出关呐、啊，都很被人注目，因为呢，他们的纪律，他们的整齐哈，是嘛是安尼，啊，这是都会啊，实际的。很被赞叹哈，总是呢很感恩，一直感觉到昨天呐、啊，这一颗心哈，真正是定了啦。要不哈，那最近呐、啊，我实在是真烦恼。啊，上烦恼的是四大事业中的医疗，啊，医疗呢是直接对生命。六十四十。这是病人的血压，一个40岁的男性，他是一个多囊肾的病人。那多囊肾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，那这个病人很不幸的是他因为这个先天性疾病，那就开始透析，这样就息肾了。那大概9年前的时候，他因为这个囊泡的关系感染，两侧就切除掉。那切除掉之后呢，很不幸他的这个血压就蛮低的，因为有时候切除之后呢，他的肾上腺可能会受到影响。不过那时候开始我们给他用传统的一个治疗，就是增强他这个肾上腺的功能，那血压还可以控制得住。那不过后来这个病人就很不幸，他血压就慢慢的下降，而且原始的这种传统的低线治疗药物就没有效，那血压就一直都很低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他没办法继续工作，平常生活上面很不方便，那甚至常常因为这样子他就昏倒。我就想方设法了哈，找了文献找蛮久的了哈，那就是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药哈，这个药哈，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副作用，它会让血压上升哈，那也有一些改善那个老年人那个姿态性低血压的，所以我们就要跟病人要先讨论一下哈，就是说你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哈，这个息肾病人用这个药的，我们大概一直观察到第三个月、第四个月，大概都效果都维持在120%，所以能看到病人恢复到职场上，我们非常高兴哈。我们也把它发表在那个美国肾脏医学会的期刊哈，所以就是也有得到哈一个国际上的一个肯定。人生最苦不过一病。最需要的就是医生，会当照顾，会当不靠医乐哈，拔起痛苦给伊快乐。所以讲吼，咱的医疗有法度啦，这样的核心剂、核心同次验哈，啊，这要对多也要看出来，这是人文，啊，这个人文表达出来哈，
哦，真的很感恩。我们要把这些心要怎么把爱来合，把这些大家人吼的心志意愿啦，要安怎把合来合，这吼是不简单。总共一句呢，真感动，也真欢喜。希望这是永恒的，会当吼代代传，而且呢会当普及啦。这个医疗界的吼深入人间，不是干那医身体，上重要是医心呐，吼，那会当安尼是造福人间呐，感恩。